起来关心天气。今天各地的高温呢都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，但是天气不太稳定哦，因为午后呢对流云系发展的比较旺盛，所以在花莲、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呢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气象局呢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哦，所以提醒您呢要特别留意了。那么接下来提供您更多提供您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报。来提供您更多更提。提供您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提供您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摇滚天团五月天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是选在台中来举办，也吸引了40000多位歌迷特别到香港，还特别从香港空运来台一个9米高6吨重的变形金刚，让歌迷是嗨翻天了。最后一场是选在台中来举办，也吸引了40000多位歌迷特别到香港，摇滚天团五月天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是选在台中来举办，摇滚天团五月天的亚洲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是选在台中来举办，也吸引了40000多位歌迷特别到香港，还特别从香港空运来台一个9米高6吨重的变形金刚，让歌迷是嗨翻天了。新闻最后带您一块来看看，同时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庄宇杰，我们再会。Yeah.